看这一题，它要你计算这两个式子，要把它展开来。我们看平方下哈 ，S 平方，在一次下就是负 x 加三 x， 这三减二是一，加 x， 常数下负二乘以三减六，那这个一样，这个乘以这个是负六乘以 0.8 S 平方，啊，再加多少呢？这个交叉下，这个乘以这个，加这个乘以这个，12乘以 0.8， 啊，减掉6乘以 2.5， 6乘以 2.5 X， 再加常数下，往这两个相乘，就 2.5 乘以12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6848负 4.8 S 平方。那这个的话哈，给它个二嘛，5 5 3 15，哦，这个是等于15的，哦，就一个二给它嘛，二给它以后的话，就2×2.5是5嘛，那5 3 15就是15，那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16 9.6，哦，这9.6减15，哦，15减9.6，4 5.4，负的5.4。减掉 5.4x， 这叫多少？一个4给它就是10，10再乘以3就，没有，10再乘以3就30，哦，就 2.5 乘以12的话，就等于 2.5 乘以4再乘以3，它这是10啊，3乘10就30，好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答案。我们看看，没错了啊，没有算错。